为了建构迄个市场希望家园的市政愿景，乐工桥每年开办超过35万次的训练课程，透过训练提升乐工职能，培养一技之长，促进就业。今仔9月13日在南胖购物中心5楼梦想舞台办理资讯成果展，除了让市民朋友了解政府提供职业训练资源甲培育的成果以外，同时也展现乐工桥人才发展品质优先。110年度参与劳动部人才发展品质管理评核 TTQS， 搁再得到训练机构办的金牌肯定，更加是唯一地方政府职业训练机关连续12年荣获金牌的单位。乐工桥长王新基表示。好，今天可以说代表市长抱着感恩的心来呈现我们办县成果展，当然要感恩我们台南纺织购物中心，我们的团队每年都提供我们这样一个场地，民众提供我们来做呈现，当然另外更要感恩的，就感恩所有的培训伙伴，伊搞完办了训练，每一班都办到最好些，所以我们今年又再度得金，已经迈入第12金，也是全国独一无二的一个办县单位，变成12金的部分。那当然有这个12金的呈现，拢是各办县伙伴帮助我们来把它办得更好的部分。所以可以说每一个办县单位都是一个小的萤火虫，它打亮他们那个单位的培训的特质特性的成果呈现。那我们乐工桥，我们在委员主任带领的团队改口这会，把它变成一个大亮点，呈现台联的大亮点，我们才能够连续12金。我代表市长感恩所有的培训单位，因为一个城市的竞争力一定要靠人才，那当然人才就要靠我们所有培训单位，把台联的人把它培育变成人才的部分，甚至把它在职能上扮演职场达人，这个领航者变成一个人物，能够领航着我们各职场上这样的一个各类的职能，都能够提升我们台南市的亮点。所以我带个代表市长真的一个感恩的心来到今天的成果展的部分，更要感恩我们每一个培训单位今年在这个今天在这个现场都提供我们现在的作品，我们来义卖，把这个义卖所得又捐给我们的做公行善团的材料费用，所以我们台南每一个爱都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扣在一起呈现，我们台南是一个有爱的城市。我们非常感谢各位训练单位伙伴一起来培育台南人才，那更把我们培育的成果做一个展现。那今天9月3号我们在南纺购物中心办理这样的成果展，不仅是有静态的展示，像我们有手机贴膜班的学员，他就可以现场来示范我怎么样去搬手机做完贴膜清洁维护，那可以展现他的一个训练成果。那除了这个之外，像是我们的餐饮班的同学，他也去展现他的好手艺，那我们更有许多的手作艺品班的学员不仅来去做一个义卖，那展现他的手作成果，那更也是有办了一个亲子 DIY， 那可以让大家一起实作，然后来看到我们学员的这样技艺呈现。那我们还有动态走秀，像是我们有办理照顾服务员跟坐月子的班级，那我们今天学员呢他就现身说法，怎么样来去做一个照顾的技艺展现。那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姜饼屋的示范实作，让大家看到说我们是怎么样呈现烘焙的成果，那非常的精彩。那也感谢所有的训练伙伴一起来参与，然后展现我们这样的成果培训。今日在市集访问到2间厂商，切硕企业有限公司跟秦伟国际有限公司，那一栋来看卖。好，今天来开始。单位的电话、地址吗？要人家要购买要怎么样购买？哦，购
我们的购买，今天的购买都是在我们现场这边。那我们单位是会在于永昌地区，主要职业训练就是训练大家作为未来想要进入职场的一个转折的部分。那希望说透过职业训练，大家上完课程之后可以找到一份工作。那我们今天就是把所有的成果，我们捐赠的这些成果拿到这边来，作为我们的义卖。我们是群伟国际有限公司，我们执行失业者职业训练之前训练，这是我们的学员的作品，那包含了很多，包含 3D 列印，用这种方式去呈现各种的美工艺品，美术工艺，然后也有印花类的产品，这是我们协助我们的包含身心障碍学员跟一般失业者来进行的职业训练，谢谢。这个训练成果展现场除了提供舞台给学员发挥所长展现成果，增加自信，更加透过数学将作品预备回馈社会，贡献家己一份的力量，发挥人才的价值。本次成果展的学员作品呢，所得将观众有情有贴心有故事的厝植栽弱势家庭房屋休闲计划公益使用。今仔日预备所得共计新台币179,100元，借由公益活动，和训练的正向能量往外扩散。发挥予台南成为有情有贴心温暖希望的家园。以上是台北门新闻网报道。